是江叔叔的快递，肯定是江叔叔给我们买的礼物。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什么东西？怎么还闪着光？不会要爆炸吧？江叔叔送的东西不会有危险，说不定是给我们的惊喜呢。怎么回事？这种材料是开普敦特殊材料所致，我们的超能力控制不了它。开普敦星球发现了特殊材料。哪都不疼，我们疼。凉凉，温温，谢谢大哥哥、小哥哥。爸爸回来了，妈妈也回来了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哎，怎么了？起来。怎么躺地上了？啊，快起来！来，哥哥起来。怎么了？起来啊！啊？怎么回事？江叔叔送的东西。最新研发的糖果，尝尝看好不好吃？嗯，我怕那三个小不点跟你抢，所以我画的只有你们够得到。江叔叔偏心。我没有偏心，糖糖，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开普敦特制公主裙，你穿上去一定超级好看。谢谢江叔叔。凉凉，你不是喜欢商业经营吗？我给你送的呀，是开普敦的多功能计算机。不就是能快速计算星际汇率，还储存了各星球通货数据的高科技产品吗？切，我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文文，你快点长大啊！我给你送了好多的机械元件，之后就可以让你妈妈帮你升级了，啊？哦。啊，发了吗？